这不会算吗？去一个地儿，去一个地儿，去到这里呗。打一折还是1000多啊？是不是？来，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，准备好！我这边链接做下来了，而且是最低价的一个价格。来，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这个表啊，这个表给我准备5个。别乱整啊！我先跟你说，别乱整啊！咱这个表，首先它钻石恒久远，一颗就破产，知道钻石贵不？知道钻石贵不贵？咱选用的瑞士进口的，咱机芯。首先我跟你说，这表面它里面是蓝宝石方块镜面的，不是你普通的。我看一下。等着等着。等啥？老板，来给我拿瓶水。来来。来，什么叫什么好东西？啊，这什么？知道什么的吧？啊，钻钢板、钻铁板的。哎呦，哎呦，来，这个搞的，是不是真钻？这个都起来搞不这清是不是真钻？来来，来，那蓝宝石防刮镜面的，它在31年前和钻石一样，它的硬度比钻石还要高。哇，这个奢侈品的东西确实牛逼啊，家人们，我靠，颠覆我的三观！今天这个手表不仅仅好看，它还这样子高，平都没时你问买题。的都是玻璃的、塑料的，它这个不是玻璃的，这样子早就破这了。是什么？矿物质蓝宝石防刮镜面的。来，今天啊，在你们店里面卖1180，你是不是？那肯定今啊。天在我直播间，你听好了啊，我给你个惊喜。给我准备5个，给我准备5个，来直播间我所有店里也就那么五直播间6600个家人们，来准备好，我给大家做的链接是158，直播间所有家人们来1158，给你们上车，但是只有啊，我给大家上5个，来谁抢到谁的啊，158，这是女孩子的啊，这是女款的，158，给大家来5个。谁抢到是谁的？不是，看见了吗？疯了！奢侈品？什么叫奢侈品？劳力士、卡地亚、肖邦。哎，你别跟我说。缓两天，缓两天，那个。还不了，缓两天行吗？缓两天。快点，别，还不了。你都不拿，那怎么好东西你不知道？还不了，来，准备好，所有家人们，我数3个数，来，3。再等等行吗？2。来，我跟你说。我们这个表当时是专门为潜水运动员设计的，它在30米以下防水。防水是不是？来放进去。不是什么表，你先看好了，不懂咱别乱说行吗？什么表啊？放进去了啊。什么表？30米下防水。来，我就问你，你任何戴这个表敢这样的吗？我靠，这个表牛逼啊，家人们啊！瑞士进口的机芯。光这个机芯就多少？来，不说别的，中间这12点这一颗钻，人说了，这颗钻来整体，我给你一颗钻就值多少？不跟你说啊。来直播间，我给大家安排了啊，5大，你们自己点进去看一下，能付款说明你抢到了，付不来款说明没有了。什么表啊？来，没事。那个快递我这边给你发那个位置，你自己你过来，今天还有些货要发货啊，快点过来啊！你不来，我让其他家发了。这都是每一位钟表大师用人工镶嵌的一颗整钻在这里。这个宝太牛了，这个表真的又漂亮又牛，这个来来来，那个等一下。看见了吗？这个把这个拿是的，不是这能我先问你，这能有假吗？证书红盖章在这里，有鉴定证书能有假吗？不许听，把这个拿是的拿出来。它更贵，这个多少贵啊？它更贵，399，你是不是？我不管你，拿出来拿出来。是不是也一样啊？这个也转不开，是不是？那肯定的呀。来，这个我亲自转一下。那你自己钻，你来来你帮我拿着手机，我不相信我自己。你自己钻，你自己钻，放下放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家人们来，
我自己亲自来转一下看怎么样啊。咱的矿物质蓝宝石界面，它就相当于当时和咱的钻是一样的，31年前形成的。我先看一下验证一下。水都冒出来了。靠。一点毛病都没有，这个表确实牛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也防水是不是？防不防？瑞士进口的机芯，等一下，专门为运动员哦，潜水运动员设计的。还在转，还在转，你看到没有？12点方向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为什么比它要高那么多啊？为啥？12点方向人工镶嵌了2颗钻。12点方向，打电筒看一下，我没看到，来。真钻。那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这是货真价实的真钻。哦，这里有两个小钻啊，两个小钻，所以才会卖到这么多，要不然不可能卖到这么多啊。你单独你去金表店里，什么珠宝店里去买那一个钻得多少？这手表，男士的，来。直播间一样，158，给你们上车，准备好，158，也给大家来5个，158，高不高兴？来，158，准备好，准备所有家人们，现场马上就给你们发走。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准备好，158，来，3、2，准备好，来。商量，王王菲，之前我一会儿老杨过来的，你在那啥行吗？你赶紧叫老杨过来吧。我打他，他现在不接电话了都。下班小黄车，我又给大家上了5个来抢。要女表。王菲，那都让你看了。刚才我给了的嘛，女表给了。不是，咱12点有2个。都让你看了，你还给？哎呦，不，你快想办法嘛，老板娘。这是真钻，真钻，你知道吗？男士手表是男人身份的象征。我跟你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这里的老板，什么事情都我说了算，知不知道？不是你说。下班小黄车158，抢。不是，就算你说了算，这个表什么表呀？那你得是好东西，你得认，你得知道。瑞士进口的机械，还有咱的一个是什么？3年5年。你们自己，你们自己点击看一下啊，能付款说明你们抢到了。付不了款，说明已经没有了。老杨抢了，不要让老杨抢，你们自己给他抢走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抢回去了，哪怕是啊转手卖给别人，都能赚好多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我都说了，这是属于什么叫奢侈品啊？这属于奢。你们抢回去了，就算转手卖给别人啊，都能卖很多钱了啊，都。反正亏不了都能赚了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跑这儿来啊？不是我们什么意思？是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啊！不能，你们下班小黄车来。就这么好的奢侈店，都好东西啊，啊？是啊，你们有这么多好东西，为什么就拿不出来？我们那一点我说没说，没有了，往后拖两天。那个中秋节前，上一点女士的。干嘛呀？你说这样啊？上一点女士的是这样子的。哎，来来，老板娘，你带你的话，一位贵妇的嘛，贵妇来看一下这个手表，戴在你的手上好不好看？来，女士的戴在手表是这样子的啊，戴在手表是这样子的，来，脱下来。它这里面价值有多少啊？没事，以后我们就是这个店的老板了。来，用这个钻给他们看一下，来。蓝宝石的防刮镜面的，来啊，电钻，戴个3年5年不在边上嘞，变样吗？它的硬度比咱的钻石硬度还要高。来，防水，放在水里面了，还在转。不是这个兄弟，你看一下咱这个价格，你这是上多少？就是，来，刚才说女士的没有抢到的。
再给大家上五道，来，再给大家上五道，准备好，准备好，三，再上五道啊！刚才说没有抢到的那些，来，现在抢，马上那个联系快递过来拿货，就是今天他们抢了的啊，现在就发走。咱们不卖点东西，咱们这个钱回不来了。咱们以后就靠这个店啊，把咱们东西全部卖回来。让我联系昨天那个好，来，女士的，我再给大家上五单，来，下班小花车。刚才说啊，女士的没有抢到的啊，下班小花车，女士的是这个价啊。这个是她的证书，这个是她的证书啊。十二点方向有一颗钻，整个表带连线成一个金刚。她这里有一颗小钻，看到没有？来，你卖啊，158，抢过去，回去了，转手卖给别人都有的赚。你卖4500，我跟你说，下班小花车跟我抢，我再给大家上了五档，你们自己点击看一下，能付款说明你抢到了，付不了款说明已经没有了。你看看什么表啊？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你想，这里有货要发啊。不是，我说句实话，我知道你想变现，你想早变现。你可以卖的高一点不行吗？我为什么要卖高一点呢？我就想卖便宜一点。你不想尽快的把它变现吗？但是我就想卖便宜一点。便宜一点，你又不是小摊小贩那种300-500的，咱这是什么数字啊？啥数字啊？奢侈品。我可不管你这个奢侈品牌，什么叫奢侈品牌？那这里是我们的店，我带这个没事吧？对对，这个送给你，带了直接。来，这个给安姐带了好不好？家人们，这个给安姐带了行不行？行。你知道这个是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来，你看，这个3000，什么3000？真的？他这个是为什么贵这么贵？知不知道？来，什么贵啊？来打电头，快点，要不然明天把你开除了。我现在是老板。哎，怎么发？这个地方啊，12点了，这个地方有两颗。人工镶嵌了两颗钻石。12点，这个地方有两颗钻石，还有那个来，用这个钻给他看，来钻一下，钻一下，电钻。快点，钻给我看一下。电钻钻了一点核都没有，别说是把它钻坏了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带着这个干活也没事吗？来，蓝宝石防挖镜面的，它的硬度比钻石还要硬。不是我来，你这个女孩子肯定不行。那你呢？我不信了，对不对？我来，哎呦，你转不动了，看到没有？真没事，一点痕迹都没有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那女孩子，我而且你再看一下，它的硬度再看一下啊，还要硬，放到水里面，放水里不行吧？没事，它这个你不管，拿来，放水里面来，看到没有？我看一下，来再拿出来转，肯定转，看到没有？我靠，看久一点，看久一点。不是，再撞没有？再撞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再撞没有？差不多四个 W 来。4个 W 的东西。不是，你以为这个价格随便标的吗？啊，你以为这随便标的吗？它值这些东西，光那两颗钻，我跟你说你，我跟你们说不清楚。我说好的就行，我就害怕是不好的，知道吧？我们是什么店？奢侈品店，总奢侈品就那十大品牌啊。什么叫好东西？我带着你看。什么叫好？来，带着好。不懂吗？你们男人不懂表吗？什么劳力士、卡地亚、什么万国、肖邦啊，看见了吗？哦，这是国际大品牌。那对呀，国际大品牌奢侈，什么叫奢侈？全世界就那么几个品牌。家人们啊。来，这道车吧，啊。他那个。车，一辆车，车和表一样，男人的象征。拿皮尺。一年全球就那么几个。家人们，现在雅祖的家刚才那个给他了的啊，上男士表，男士表刚才没抢到吗？上男士表刚才没抢到吗？完了，真的没事，你看我刚才又来，这个男士表再上两道，谁抢到谁的，来，准备好，下巴小花枝准备好再上两道啊！家人们，真的确实啊。我刚才自己，我不相信那个服务员，我不相信那个女的，我害怕又是一个女孩子没用力，没力气是吧？我自己亲自试了一下，确实一点痕迹都没有，你们看。不是，这是电钻呀，钻钢板、钻铝合金板的。你那个不要拿出来，看着都害怕。你那个。下班小花车，我又给大家上了两档，自己点进去看一下啊。6000个人，你们都可以点进去看一下。
能付款的话说明你抢到了，付不了款说明没有了。什么叫奢侈品啊？全球限量只有那么几个。我以为放到水里面去就不好了，没想到真好。